三峡工程的兴建呢，从总体上看，跟我们国家这个强国之梦是联系在一起的。三峡大坝它不能代表国家。原来起码中间我能够养家糊口，不起这儿不起了，不成门儿了去。买房子就去了10来万，相差的几万块，自己没钱不够，向人家借了很多债，借了很多钱，没办法就只能打工。中国小家都舍得还拿来要国家干什么呀？啊？我就希望历史会记要记住百万三峡人，三峡的工程的滚滚江水，都是我们用家园换来的。